大家好，我是惠子，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修复乳液。那我这几天呢，想要给大家推荐就是这个深海四十旬的乳液，然后我大概用了20多天以后，确实效果不错，然后我想推荐给大家。因为我的皮肤是属于屏障受损，而且之前我有很多痘痘，再加上我现在每天带妆时间很长，我最看重的就是一个是保湿，一个修复，然后这两点的话它就是做的比较好。它是澳洲的一个产品，然后它有是深海海藻的一个这个提取物，然后主打是修复，再加上它的乳液的质地很轻薄，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。它可以看出来大家挤出来在手上以后，这款就会比较水润一些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我很注重的就是紫外线的一个抗衰老的一个功能。它的里面的成分呢，我可以是就是深层修复紫外线的一个抗衰，因为紫外线会让的皮肤长斑啊，然后老化，就是平常，所以我说防晒修复是最重要的两块内容。然后这一款推荐给大家，之后还有我发现一下他家有没有其他更好用的产品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之后还会在小红书上介绍给你们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